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ino。今天来介绍1.10版更新。这次的更新虽然超少，但也是有一项更新蛮重要的。这个更新可能是1.10的新玩法，这是我自己的猜测的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第一个更新是针对 PVP 的部分魔法祷告的销量增加。我这里没查到是哪些祷告，反正对 PVE 没影响就是了。我听说似乎有很多暗改的，之后再看看怎样。如果是值得用的，之后再拍成影片来讲。这两个我忘记颜色，他们在 PVP 的无敌时间下调，睡布也是一样。看来这两个人太强了。武器一般攻击的效率拉高了，一样是 PVP 的。接下来是 PVE 的，唯一重要的就是处决伤害提升。我查了蛮多影片的，看来是全部都有提升哦，提升了非常多，伤害大概差了500到700。所以处决流应该是版本新玩法，之后再看看能否拍出个影片吧。这次改版真的超少的，看来他们都在拼命做 DLC 啊。OK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